像它都不会露出来。翻肉哎！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野餐，那野餐怎么可以少了美食呢？所以我们来到了中山区最有名的甜点店之一 Miss Me Bakery， 我们要来外带餐点喽。用炸鸡松饼跟沙拉跟优格，这个帮我们美式冰美式。应该没有洒出来吧？哎，没有，哇，太好了！来欢迎一个特别来宾，内部小姐，我们今天邀请她来一起野餐。不好意思，你看到这个状况，是因为我刚刚就笨手笨脚，可是还好，就是因为它有防漏跟防水，你这样子它都不会漏出来。就是它有双层紧绷，就对，所以我才可以幸免于。你看，都蛮干净的，真的哎，它颜值很高，好死哎！刚就想说会很重，哎，这个是900目，还好，再重也重不过一般那个玻璃的。哦，那个太重了，那个我干脆不吃饭。摇戏摇戏，这有好处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可以一边吃沙拉一边吃油啊。对，它分对，两个不一样哎。对，袖子可以拆下来看一下，这样很好清洁，因为它是可以拆掉的。要加布？不要，完全不会漏哎。反正就随意翻找，因为我已经很相信它不会漏出来。你好淡定哦。因防疫，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外带。那如果你外带，你不晓得要怎么选便当盒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种就是轻的陶瓷便当。这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